北即将有一场有趣的路跑活动，让跑者披上披风，打扮成蝙蝠侠的样子跑5公里。如果在路上看到一群人打扮成蝙蝠侠的样子跑步，可别被吓到了。因为对这些粉丝来说，能化身成喜欢的英雄角色是一件非常酷炫的事。这一次活动最大的特色就是在我们的纪念衣，还有我们的配件、面罩、披风，还有就是护腕灯。那我们护腕灯会投射出那个蝙蝠侠的 logo。6月14号在台北的大家和平公园就有一场夜跑活动，号召喜欢蝙蝠侠的民众一起披上披风，戴起面罩。cosplay 的同时还可以勉励自己，要锻炼出和蝙蝠侠一样的体魄。这些超级英雄里面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蝙蝠侠。我最喜欢他没有超能力，因为他跟其他的超级英雄比，他是完全没有能力，他是苦练出来的。那也希望我们参加这些路跑，可以拯救整个台北市。不论国内外，路跑主题花招百出。彩色粉末和泡泡等，光是情境打造已经失去了新鲜感。主办单位开始把点子动到了跑者的装扮上，但不管噱头是什么，都是希望能吸引更多人上街跑跑步。 UDN TV 刚芳杰、吴敏欣台北报道。